诶，主席吼，咱诶康市长吼，啊，咱陈市长，啊，三位副市长，啊，咱秘书长，咱市府咧所有诶局处长，啊，咱议会各位同仁，咱遮媒体咧记者先生小姐，啊，咱今仔日咧有28台游览车有请外，咱遮真诚诶民众吼，大家早安，大家好。议员，我是不是暂停时间一下？我来甲那个市民朋友介绍，讲今麦来到现场的咱的乡亲哦，参今天来到现场的咱家乡亲有罗德、阿莲、欧来、家庭啊、新源农环保自救会会长蔡会长，还有鹿竹区里长联谊会主席陈国强里长。新源里长新瑞贤里长下坑里赵信忠里长甲北里王文良里长社西里马旭来里长竹东里王美田里长竹西里郑月霞里长文南里洪仲珍里长鸭寮里苏清吉里长后乡里苏林宝里长还有阿莲区阿莲农会总干事张启峰先生阿莲区联谊会主席陈文晓里长阿莲南莲里长林首相和莲里长陈秀里石安里里长李德仁中路里里长郑中泰湖内区茄定区有大湖水利小组组长谢李慧娟太爷水利小组陈清广组长叶处水利小组刘清贵里长海埔水利小组李耀庆组长刘家水利小组刘伯长小组长海山水利小组刘瑞泰小组长文贤水利小组苏明九小组长围子内水利小组刘水通组长中兴水利小组蔡家祥里长组长内湾水利小组严江文组长以上所有的乡亲欢迎来议会旁听谢谢大家请拍手欢迎好议员继续谢谢分析呢，第一个案就是咱阿莲咱南边里长有带领差不多40个乡亲吼，要来甲咱的市府、甲市长陈情，就是讲阿莲中山路嘞39巷吼，即、这个扩宽的工程吼，即、这个路中有桩奇怪的代志。咱阿莲呢，会使讲哦，市区的交通网啊，中正路、甲中山路。啊！这条民族路，会使讲这是市中心啦、啊，这人口上多，啊，这菜市啊，这菜市啊，哈，啊，会使讲这路头尾拢通啊，就是这个39巷哈、啊，这个东平通啊，啊，西平这个60公尺吼、啊、无通，西平这要60公尺无通，啊，咱林里长呢，咱的林里长哈、啊，会使讲在咱管区合并的时阵啊，就是100年吼、哦，咱这个市长的这个下乡考察的时间，咱里长有带里民去甲市长陈情。当时咧是咱老社乡副市长接待，这个案咧会使讲成立了，经过差不多4冬，大家的努力啦，里长甲本色啊甲真侪人的努力吼、哦，市长答应要做，所以呢，在咱民国。1904年到今年4月19，今年4月19，就来党土典礼，咱陈局市长亲身呢有来主持，亲身有来主持吼、哦。啊，伊也讲，市长有讲，伊讲的这条路呢，也会使讲开通了对田的发展、田的交通，啊，甲咧咱消防的需要呢，拢足有帮助，所以伊咧就决定要做。啊！本来讲是考虑树仔的问题吼，伫遐丢毒足久，啊！即摆树仔都甲找一个
足好的所在，就是阿仁谷分区哦，迄、那个生态园区，生态园区遐吼，遐就是空气足好，环境足好，吼、哦，要甲徙遐，啊决定了，大家拢足欢喜，地方的人也好，里长也好，大家拢足欢喜。啊，里长呢，佮特别做一个布条呢，感谢市长，讲来开通这条路。结果呢，隔一天，讲好了爱奇外联盟啊，爱奇外联盟吼、哦，去找市长顶情啊，讲这种计划唔能耍啦，这种计划哦，百外单啊吼，袂使佮耍一啦。啊，市长嘛真关心，隔一天，隔一天佮来，来讲安怎你唔知？讲安尼哦，啊无暂时吼，讲慢只耍的，吼、哦，讲慢只耍的，以后老师又佮耍。第一人听这个声音吼，大家都抓狂起来，我靠安尼呢？一张纸在路中，啊，开三千几万做这条路，大家都感谢，你不给刷，安尼这条路做得较有意义呢，大家感觉吼、哦、非常的不满就对了。啊，所以李长呢，嘛有登登陈情书，登六百几个名名陈情书，有哦市长，啊市长唔知看有对无，我唔知，已经有送给教务局，送给市府，送差不多一二十天啊，结果呢，大家拢总。做不满就对啦，做不满意啦，啊是安尼啦。若讲这种事，我感情啦，地方的人啦，地方的人，咱南仁里的人，阿仁的人，绝对凭借爱树联盟哦，对这种事我有感情啦。因为伫我阿仁生存一百冬啊嘛，我对到可能无感情咧。但是咧，为着地方，为着树啊好，咱决定来耍。啊，树啊是袂讲话啦，啊树啊来会讲话啦，我相信伊嘛爱去带。生态园区啦，因为生态园区哦，有树啊攀啊，空气好啊，啊个台南呐、啊、冈山呐、啊，足济高雄的民众拢去遐咧爬山啊，啊嘛风欣赏啊嘛，嘛个我一百单啊欣赏啊，啊伊住伫现地，住伫现地，停下要车弄到要安怎？伊嘛足歹势，伊讲我刚撞到路，啊害人哦，车足歹行，伊嘛足歹势咧，啊遮个空气嘛歹咧，啊交通嘛差咧，对唔对？所以，那伊的本意，伊来讲的，我相信伊嘛想要待科学园区啦，唔啊，要待迄个生态园区就对啦。啊，是毋是讲地方有这款声音，请市长考虑一下。那讲真正，这边也毋是，那边也毋是哦，做一个民意调查，做一个民意调查。即摆事情就是伊民意嘛，做一个民意调查吼，民意看安怎，再来做一个决定安尼。啊，若讲市府，都讲今年无变这个预算，我甲李长，我两个来开。啊，市府来做民调，吼、哦，做一个民意调查，若讲大部分的人，吼、哦，都90%以上爱刷，安尼无刷较会使咧，安尼这个事情咧无符合民意啊，吼、哦，啊，所以请市长吼、哦、做一个慎重的考虑吼，啊，甲乡亲吼答复一下咧，啊，请市长，请市长回答。嘿，多谢市长，啊，多谢李议员，诶，咱阿仁区中山路39巷，吼、哦。本来迄是私人，啊，迄条路真细条，吼、哦、啊，林里长一再甲咱李议员、张议员一再甲我讲，讲林里长迄个希望，讲迄条路会当拓宽，吼、哦，迄条路差不多60公尺，60公尺才3000几万，啊，阮的看法是讲，这条路拍通拄正看。咱迄个李议员讲，迄条路甲中山路啊，甲规条会当拍通。第一个我的考虑是讲，消防车会当过无？因为无虾米比伫紧急的时阵，消防车会当过搁较重要。所以伫这个过程要开唔开，只有做真济考虑。啊，这个考虑当然有去考虑着讲，迄丛树啊，事实上伫中山路伊是较偏左边，啊，伫真左边。啊，如果迄个时阵，咱其他阿里嘛有一种无相款的声音，讲这丛树啊，百几冬啊，保护着咱阿里大大细细。啊，你若甲耍，吼、哦，啊，无定阿里的人有一挂人无相款的意见，等等。啊，我是安尼想，所以讲我第二天，我随带咱的交通局、农业局、工务局，我讲第一个前提。一定要让消防车安全会当过，安尼啊，剩这个部分，地方既然有遐侪无相款的意见声音，有人会认为讲，咱这丛树啊，百几冬你行甲煞，啊，你敢会当保障未来啊？恁一定平安？
啊，这总是有人真侪无相关意见声音，所以我的猜是，我都甲交通局讲，你爱好这个交通，恁的公务局伫做这条路的时阵，啊，一定爱好咱的消防安全会当过。啊，伊伫真倒手柄这个部分，吼，啊，要安怎伫技术上要安怎来处理？啊，如果讲这个部分咱若做好，啊，是真正有困难，讲真正安尼影响到消防，安尼市政府应该重新来考虑。啊，会当伫两全其美，啊，会当创造双赢的时阵，啊，我感觉因暂时安尼做，吼，啊，我是感觉安尼嘿，是不是安尼呢？咱来做一个民意调查啦，啊，我直接敢保证啦，80%以下吼，都好，人讲80%以下。支持无支持所有人啊，安就卖做。啊，若80%以上吼，我甲刷出来，做一个民意调查好唔好？市场在重民意嘛，对唔对？是不是安尼？当然，恁对做民意调查，若80%，得80%，爱刷甲甲，啊，若80%以上就卖刷安尼，好唔好？有啦，我是感觉讲，你若讲80%的人，我爱刷，啊，你佫唔刷，安尼就变作违反这个民意啊，是不是安尼？做一个民意调查，好唔好？这个无违反民意啦，好，少数人的意见，你听定，爱尊重，不？少数人的意见要尊重，但是要支持多数人的意见。多数人的意见，阮即个就是尊重，买单。你即摆才听到呢啊？啊，是是民意偌济，你唔知啊？是唔是安尼？哎啦，我尽量做做一个民意调查啦。啊，做一个民意调查。我尽量的两全其美，创造双赢，安尼好不好？尽量。啊，希望讲市长吼，对个考量一下，啊，做一个民意调查。如果无够80%支持，安尼卖做。啊，老80%，我感觉得爱做啊，系啦，这是民意啦。啊，你家己做一个迄、那个民意调查，你做决定啊。啊，第二点呢，就是吼、哦，阿联甲罗德中吼、哦，有一间啊，做晋南公司，讲要来设一个双生工厂啦，要来设双生工厂。啊，结果呢？是伫哪呢？这个位置吼，即大二八线，即高速公路交流道，即大二八线，啊，即罗德尾阿联，啊，这条是高十二，啊，即是罗德吼的德亨利，罗德的德亨利，啊，即呢是阿联的中罗利，会使讲呢，这个位置吼，拄好隔。一条路吼，就是徛好啦，就是住好啦。啊咧，中路嘛是中路内底啦，中路就隔几区啊田吼，即都是中路社区啦。即会使讲咧，伫社区内底就对啦。啊，既然吼，搁要做双生工厂啦，即要做双生工厂啦，本身吼，甲所有的民众吼，感觉非常的无适应就对啦，感觉非常的无适当啦。1903年，七八月就是旧年了，对啦。旧年的七八月哦，会使讲，旧年的七八月哦，有民众啊，甲乡亲哦，陆续咧，伫甲我反映啊，反映讲，议员啊，啊，咱新农场吼，要设一间生产工厂呢，污染足严重呢，啊，变作吼，伫咱中路甲新两个中遐呢。即咱地方的土地吼，会讨价呢？会讨价呢？啊，大家作恐慌呢？我安尼吗？其实我讲的时阵，我嘛半信半疑啊，因为我认为安怎？即摆即个时代，环保意识遐尼啊抬头，遐尼啊高涨，政府较有可能甲准一间多污染的物件、生产的工厂来咱社区的边呢？我半信半疑，无啥物相信。但是来个你反映啊，我嘛是要甲了解看卖。我个了解，咱个警法局、环保局，我有影，真正已经1903年4月25号，就是咧旧年的4月25号，已经环境影响评估呢，已经过啊，已经通过啊。我老紧张起呢，我继续个了解，问这个环保专家，啊，问这个哪里知，问这个相关的业者，讲个生态是啥货，足严重吗？问个讲足严重，生态吼，就是呢。要改啊，替身啊，所以真侪有一个有毒的物件，共生啊有毒的物件，足严重安尼。我想安尼哦，安尼我要去彻底了解。我伫咧本州，
去延安参观实地生产的工业区，惊死！我看见他够啷戆的，是安怎？台湾的工艺品啊，不比我这个 S 型钢啊，遐大块四百个啦，拢烂去啊！我安尼尔，惊死！该安尼呢？外口包了玻璃纤维哦，拢烂了了，伊两支哦，踮咧铁啊边啊，佮踩两支来保护啦。我讲，哦，我看一个偌艰苦呢，我讲，哦，系啊，啊，这边怎？这真正严重个呢，这人唔是咧讲假个呢。我思考三天，啊，两条路啊，第一条路就是讲，卖插皮当作唔知啊，啊，第二条路就是先摊开啊，盖输赢，对唔对？我考虑三天，我想讲吼，我也做六届议员，搁地方个，凭良心，我爱站出来。爱承担开，啊无即个要做落啦吼，这样子可能佫唔知啦。啊，若几冬后做落了污染啊，甚物负责？现任的我议员，现任的诶里长，地方的人吼，拢总爱负责任。啊，后代的即代人都没事，所以我认为我艰苦都爱承担开，所以我就招只里长，咱罗德顶下坑啊，甲北甲南的里长阿仁。中路、赵安、清奇、江阿豪、玉河里长、高位里长来找警察局长，吼、哦，讲这件代志，甲反映，啊，甲咱这个督察局长反映，讲这足毒，这真正未使好做事，吼、哦，未使好做事，吼、哦，真正做嘞吼，第一个讨价的，但是嘞，这两局，台面上的意见，当作耳边风，我怀疑吼、哦，这官商勾结，较有这款现象。这么严重的事情，民众来给你反映啊，你就给你反映啊，结果你都没采信，结果呢，在今年三月二十，都发局哦，给准这个开发许可啦，给准开发许可，今年的四月七，警发局呢，给准这个协定哦，可行性评估啦，就是讲会使做就对了啦，啊，这无恶质吗？啊，这无恶质啊，这么你继续准了就对了哈，这么你继续准了啦。以后吼、哦，我定会放弃抗争啦，吼、哦，啊，搁安怎呢？即摆毋是干呐地方尔呢，干呐乌来个家庭嘛，足严重呢。乌来拢爱抽人客水哦，你偷人的碗啊呢？家庭嘛是呢，啊，家庭嘛是呢。啊，所以恁若甲只有甲准了吼，地方我就无可能去做啦。啊，厂商坚持要做，哎、欸，要安怎？叫你抗争尔，输赢尔。决定发生闹会伤亡，这市政府唔免负责吗？对不对？这市政府决定要负责，啊，绝对无可能我做的啦。将心比心啦、啊，人买你的厝边设生产工厂，你敢买？啊，若无了解吼，无了解，你问看卖，过来了解看卖一下。市长，我昨昏跟市长讲，可能市长对这个无解了解啦，吼、哦。啊，这间工厂都后乡都有设啦，都后乡都有设啦，啊，就继续遐做咯，一定得要来澳门遮。地方的人吗？这样对吗？对不对？这样未绝对未使啦，这样不对啦。你们生产，顶南的铁线工厂的生产水啊，这对人体啊、甲环境吼、哦，拢有害的重金属啦。会让这土地呢，也使讲酸质吼、哦、大幅的降下降啦，啊，盐分上升啦。会产生铁啦，啊，甲硫化物的毒害啦，啊，佮酸，迄落酸雾啦，就酸气就对啦，这嘛影响非常大啦，影响非常大啦，啊，所以吼、哦，啊，嘛会破坏到地方的过敏的环境啦，啊，尤其吼、哦，即摆要排入去人客啦，人客吼、哦，政府好不容易呢，会使讲吼，人客吼、哦，中央政府甲地方政府好不容易吼、哦，会使讲。十七年来吼，已经投入去吼数百亿啊！啊，现在佫有一点仔回升的现象啦。啊，你先农场佫啊设这个生产工厂落去啦，都脱角去啊啦！啊，因的解释是安怎？伊讲一日950吨的水啦，会当回收啦，讲干呐排95吨尔，迄种骗人的啦。现在不久工业区有一个业者，伊讲吼，伊在做生产，和滨河专业厂处理哦。处理了回收70%，我们做回收再使用啦，拢未用钱，嘛是去放咧工业区，
下个水管内底处理一遍，胶质漏掉了。工业区本身嘛，捌了环保署甲开单呢，市调单讲啊，开几啊亿呢？啊，工业区内底咧处理袂好啊！你今日甲放出去外口，安尼这无好难吗？这安尼对？政府是安尼做的吗？官员是安尼做的吗？是不是安尼？啊，搁有啦，这个警察局吼、哦、有发一个公司啦，就是讲取消天星吼、哦，诶，这个电刀啦，啊，变作讲用电公司吼、哦，申请成绩也无准啦，啊，是安怎个？干那准晋南公司就对啦，这无官商勾结无哪会咧？我这点吼、哦，我请问咱金华市咱曾局长，请来答复一下，曾局长，请局长回答。谢谢议长，谢谢李议员。那个天生公司是在申请的时候，他们因为在本州工业区有一个厂，所以他们是自己取消那个镀锌的制程。我请教你，啊，这个电缆是后向毛厂吗？你就讲未使做就对了啦，啊，无人敌人反应啦，恁单位反应无，对不对？啊，用电跟过去是不是有申请生产？营电的部分，我知道的就是天生。我知道的是天生他们有变更他们的计划，那因为主要变更计划的时候也考虑到时程，因为他们做的是镀锌，就是有电镀。那现在这一个行业，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酸洗和电镀，不管电镀跟酸洗都是高污染，对不对？我请教你，酸洗有高污染吗？酸洗是有污染风险的，对啊，没错。按照这个做你。啊，本身有跟你反映无？咁你一定有跟你反映无？这是送环，这当然就是要送环评来做审查。环评较早大家都唔知，啊是买啊环评过啊，大家知影跟你反映。你跟我讲依法，依什么法啦？依官商勾结出来，依什么法啦？对不对？哎，三个几元？污染就停了。依法行政，你就只污染就停了，污染就停了。这个我也不能接受。你请谁？你请谁？污染就停了，污染就停了，都是人家要遵纪。这就是咱做官的良心啦，这是上基本的良知啦，不是做官做人就袂使，还是要做官。你看这地方好吗？今日清华的人来，那不是无头路的呢，不是大家作用的，那是已经那么严重性啊，无来袂出来，无来袂使啊，要甲这个大家做平和的，不是要闹事的，是要学的管理无用损害，所以要甲市调定情，甲三个副市调定情。甲秘书长、甲相关的局处定情，啊，要甲怎抗议？就是甲警方叫甲大叫抗议，明知故犯，甲你反应，安尼怎呢？对不对？这等于绝对袂使咧一个啦。啊，所以哦，歹势，因咧请市长吼、哦，本身都甲你报告安尼吼，你都有听到啊？请你答复一下，讲是毋是爱甲停台？嘿，多谢啊，多谢局长啊，多谢李议员。啊，李议员对咱地方吼的关心，啊，这阮足感谢。市长当然嘛是爱关心，吼、哦、啊，这个镇南铁线的工程，伊依法来申请。啊，申请这个部分，如果中间牵涉到环保，啊，环保伊的这个放流水酸洗，啊，影响到地方，啊，我想伊甲呾也未来申请建造，啊，伊未来。伊也要申请，吼、哦！伊依法未，我未使禁止伊申请。但是伊未来，伊也未申请建桥，伊也申请建桥伫这个部分，啊，我会提出我的要求，吼、哦！市政府会严格把关。市政府当然是甲李议员同款，市民咱的阿莲地区，我嘛是关心相关阿莲土地。哦，这个部分生态环保、自然科，啊，这拢是大家拍拼真久，啊，所以讲，阮一定伫未来，伊甲咱无申请建桥，啊，咱大家人甲咱的意见声音来表达，我拢感觉这拢是正面好事，啊，你议员表达咱地方的心声，我嘛感觉安尼真好，啊，真好，啊，我嘛希望咱未来，伊啊如果要来申请建桥，市政府爱严格把关。要严格把关，啊！我是认为讲，一定是咱地方如果认为伊有污染，
这个部分我们要提出，我们要提出相关的这个部分，做把关的申请建造的时候，我们会在那里来给我们所有乡亲时代来给交代，说如果有污染，市政府这个部分申请建造就不能同意，将来它还有很多过程，包括操作的许可，包括水要怎么处理的计划，这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说今天是初步，我们的李议员，带那么多乡亲来这来表达大家人的心声，市政府非常重视，我们感觉不能所有经济要发展，但所有经济发展当然一定要市政府在一个环保高度严格要求之下，这款的符合这个标准，这款的经济发展我们才会同意，所以说我的答复我刚才就跟李议员说，我们会严格把关，一方面我们会要他要来申请建造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很严格给他要求，在这个部分，我们会继续给李议员知道，让李议员了解这个过程，刚才李议员也是说在头啊，他依法来申请人为有官商的勾结，你也有这个具体官商勾结，我绝不包庇，我也请我的政风处，如果刚刚我们的李议员认为说他申请的过程有官商勾结，我希望政风处可以在这个过程严格去调查，我绝不包庇，谢谢。我是感觉这样啦，如果依法要请，大人就都请啦，因为，会污染地方的就不通啦，市长你有那个行政裁量权啦，就给他动开啦，不能够做了啦，你做了决定冤家的啦，因为地方不可能我做啦，嘿啦，这大家自古有那个共识啦，所以市长你就大发慈悲啦，因为你的民意啦，你国民啦，这些人重点啦，这些人都大部分都支持你的，你那个你快看麦啦，所以，要替这些人，来出一个力的啦，嘿啦，来出一个力的啦。啊，即卖吼，这个八零，咱交通局吼，迄个八零四一啦，甲八零四九吼，这个班车的问题吼，即卖拢停开啦。即卖只老人吼，学生吼要上课吼，啊，甲老人吼，只老人要坐中间吼，一直吼拢无法度通坐啦。请交通局吼，爱建议吼处理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吼，特别到啊吼，所以请交通局发一个视频给我吼。啊，无唔能讲，互遐老人吼去甲你定情抗议啦。啊，就是家庭一时是倒咯吼，即卖已经吼，会使讲所有处理到家庭，就咧问啦，问我这条道是要做啦，大家都咧问啦。啊，所以请即个干部局吼，永康处、新康处、环保局，赶紧吼，赶紧，因为我要留十分钟吼，互市长。啊，甲或者副市长吼，听民众的声音的吼，赶紧啊，一个视频给我。啊，家庭有一个三四一号公园吼，过去高雄关的时代啊，公所就开辟三分之一啊，剩了即马剩三分之一，即马剩三分之一，啊，即马伊地势有落差啦，甚至一个月来，请干部局吼协调即个干部局长，请即个。用工处吼，甲施工处吼，做一个开一个协调会，看要怎来处理。那是三分之一尔，无偌济钱啦，吼。啊，甲处理你安尼，地方嘛不是你问啊，吼。啊，佮捷运的代志，请捷运局长吼，下底吼，拜托一下捷运局长吼，即件真该咱的陈局长吼，等下做努力啊。啊，即马煞拢佮无消息哩，吼。在地方做关心吼，希望较紧的咱，即马到工山尔嘛，会当较紧到落地较乌来的吼。啊，佮十一线的扩宽。都已经开始了嘛，已经啊，大家拢调查好啊，测量啊，公听话拢规了啊吼，赶较紧嘞，地方吼，因啊，因为这条的交通对地方真需要，啊，赶较紧嘞吼，拜托大家，拜托迄个咱干部局吼，赶较紧嘞，啊，拿一个视频好啊，我让海民众吼，答复吼，啊，即卖佫剩差不多17分或18分吼，本身呢，请陈市长啊，三位副市长吼，三位副市长啊，秘书长。啊，甲相关的局处，咱的农业局长、都发局长、干部局长、水利局长、地政局长、环保局长吼，出来外面吼，接民众的陈情书，这种理性的、
是要让恁知影替因来出力的尔吼，啊，请大家吼出来外口吼，这边的电视听一个声音的尔，十几分钟的啊，吼，请出来一个。议员，你的质询到这是不是？有要再进来？好。我剩十七分钟啦，啊，十七分钟我未使耽误你的时间啦，即马即个我的时间啦，啊，所以我请市长、副市长，甲些相关的个事来接一个地政署，听一个民众的声音嘛，因为民众一大多一大路远来啊，吼吼，谢谢。时间照算，照常进行哈。是不是请？好，时间照算，请陈副市长代表去外面接受陈请。是啊，刚刚有讲。
沈俊道吗？上午的议程到此结束，下午三点继续开会，散会。